咁換得咁多嘢就唔單再換埋個呢個哈蘇杯士啊！就黐死咗。呢個馬咧都會爆嘅，我有兩部試過爆呢個。啊！呢、這個哈蘇杯士咧冇爛冇剩嘅，但係唔好諗住咁樣唔使換，因為咧已經硬化曬啦。有時啲狗骨換咗，點解仲有就係依嚿膠硬化咗啦。嗱、啊，呢度有個日期嘅，2013、2014、2015、2016都冇點喎、啊，依家真係睇唔到佢幾多點喎、啊。會唔會意思係2013年第一個月咧？呢度咧嗱，四格就係四季。咁每一季咧，佢篤一點落去咧，啊睇到一點啊，2013年1月啊，佢篤一點落去代表2013年1月，跟住2月、3月、4月咁樣，每一格咧可以篤4點。嗱、啊、呢嚿新嘅咧已經去到幾多年啊？已經喺下邊喎，會唔會喺下邊都有咧？2015、2016、2017、2018睇唔到啲點嘅，因為攬起上嚟唔點咧。呢兩點唔知係咪啦？2015年2點，冇嚟咁舊嘅喎。一話2018年1點咧，咁馬虎而家佢哋啲日子乜得好馬虎喎，睇唔到啊！一係就2015年2月，一係就2018年1月。扮真橡膠嘢咧，整啲白雪油落去，因為白雪油咧就冇咁乸，唔會乸到去發漲。咁咧，裝呢個馬咧，新裝咧係好難裝嘅，唔貼嘅。咁咧，佢原廠螺絲咧又整到啱啱好鬼咁短嘅。我試過有兩部咧太大力上咧，塌牙，咁好似跟住換翻長螺絲都上到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大鑊啦，又要耷牙又剩。所以咧，我又係常備依啲長啲嘅螺絲。咁咧，仲有一樣嘢喎。佢有啲年份咧，其實唔關年份事嘅。我試過有一部好似係2015定2014嘅，唔知點解係嗱，而家呢條咧係1.25碼嚟嘅。我試過有一部唔記得2014定2015咧，係唔知點解1.5碼嚟嘅。我諗極都諗唔明嗰部車有乜唔同。咁總言之咧，係有啲車1.5碼，有啲車1.25碼嘅，要睇清楚嘅。咁你換咗長螺絲咧，就容易啲落。同埋咧，唔使驚佢，又落翻啲雪油先。同埋咧，最重要就係可以大力啲上啊，因為咧係會翻鬆嘅。哈蘇杯士咧試過翻鬆嘅，換咗之後咧，隔一頭半個月點解會響嘅？咁啊 check 下原來翻鬆，因為有時唔夠膽太大力上，試過兩次塌牙啊嘛，有心影啊。
因为我次次咧我都换螺丝嘅，所以我啲车咧，我睇下个螺丝我就知道个胶咧有冇换过，我就唔使睇个年份。啊，呢部车咧13嚟嘅，佢本来咧系喺呢边嘅呢个码，咁咧13打后咧就个码喺呢一边嘅呢条狗骨，咁就要唔同嘅型号都唔同嘅。啊，原本咧系咁样嘅。13打后咧就改咗值，所以咧就系唔系都要换咗佢啦。但系呢条我唔知道有冇换过啊，但系咁样生晒锈又成咧，但系咧仲系好实噶个镬铲头。不过可能换过都唔出奇嘅，狗骨好经常换噶啦。狗骨咧又要铲得好大力嘅，经常翻松嘅嘢嚟嘅。